世尊当年在世，49年教学，释迦牟尼佛没有搞组织，甚至就是一个学校吧，他们也没有分班级，这种精神好，这真正叫清净平等觉，我们应该把它永远保持下来，发扬光大。与性德完全相应。这是附带说的是这些老人呢，对我们后世的垂爱，教导我们在这个时代应该怎么做法。印光大师讲得更好。印祖说在末法时期，也真值我们现在这个时代，道场不要太大，同学不要太多，他给我们讲，同学最好不要超过20人。真的，在我们现前这个社会好。开销小啊，两三个有力量的护法就能够照顾到。修行人首先的条件是深谙这道路，你要身心安稳，那么你一切都要简化，要简单，不求人。不怕苦，这是佛教给我们两个条件。释迦牟尼佛临走的时候，告诉王后的弟子，第一个要持戒，以戒为师；第二个以苦为师。你不能吃苦，不能持戒，那你什么都得不到，那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这两句话的开始比什么都重要啊！我们有没有做到？为什么从前人能做到？清末明初的人都能做到，现在人为什么不能做到？我对这个问题想了很久。我走过很多地方，见过很多我们佛门的佛友，在家十三夜做不到，出家沙弥也做不到，我们感到很遗憾。我们追问为什么？追到最后，把根源找到了，教育。清末明初那个时候，民国20年以前，传统文化虽然衰了，讲的人少了，还是有人讲，还是有人在做，还有根呢。也就是说，家教还没有完全断绝，中国的家教，私塾的教育，我们家乡是一个古文化的发祥地，
啊，中国的桐城牌，啊，就在我们家乡这个地区。啊，明清两代了，出了很多人才。啊，农村里面，村庄里头，小孩都念书。啊，几乎没有说不念书的小孩。啊，学校在祠堂里面。他有这个底子。所以他从小学到了规矩。啊，读了一些古书。有根啊。有儒的根。有道的根，道就是太上感应篇。道家最普遍的道场就是城隍庙。啊，城隍庙是道教的道场。啊，这个里面最重要的教育就是十王殿。啊，十殿阎王啊，叫什么？叫阎国。农村里面的妇女，一年到城隍庙烧香，总得有个四五次。啊，我小时候跟着我母亲啊，那时候很小。五六岁啊，上城隍庙烧香啊，父母就是机会教育啊，告诉我们起心动念言行举止都不能够犯罪，犯罪你看那个刑法啊，刀山油顶啊，妄语跋舌，这个印象很深。你一生都不会忘记啊。那长大了，起心动念会想到城隍庙。你有的事情不敢做了。那中国古人所谓的少成若天性，习惯成自然的，从小养成这种教育，产生很大的效果。啊，遇到事情你想想这个事情该不该做，后头还有什么样因果，又害怕了。啊，所以学佛那三规五戒十善很容易接受，很容易做到了。那现在为什么这么难呢？就是传统这个基础的教育啊，扎根的教育丢掉了啊，这是我们跟日本人八年抗战抗掉的，我觉得这是无比的一个损失啊。到以后我们渐渐接触到佛法了，就又回到传统文化里面来了啊，儒释道三家关系非常密切啊，永远没有办法分开的。啊，接触到之后明白了。啊，真好啊。在世界全世界找不到啊。你学了之后你才真正爱护这个国家，真正爱这个民族。啊，全世界再找不到。啊，外国人比我们好的地方，孙中山先生讲得很清楚，他说只有科学技术机器，他发明那些机器比我们强，除这两样之外哪一样都赶不上我们中国。
我们听的这些话了，完全肯定，一丝毫怀疑都没有啊！啊，所以这么多年来，我们走了许多国家，啊，给这些外国人交往，知己知彼。啊，他的优点我们晓得，他的缺点我们也晓得。我们中国人的优点他知道，啊，这个缺点他知道，优点他不知道啊。啊，除了少数研究中国文化的，研究中国历史的，他们懂得。啊，他懂得，没有不佩服。这人性呢、啊？啊，他佩服啊！啊，像汤恩比这一类的学者，啊，明明白白的就能说得出来，解决21世纪社会问题，只有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。英国人讲的，哎，真的一点都不假啊！所以我参加十几次的这个国际联合国主导的和平会议啊，现在这个国际社会麻烦大了。啊，几乎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了，这怎么办？啊，所以我在剑桥讲演的时候，我就问同学们：“这是你们英国人说的？”啊，儒家东西，大乘佛法真能解决问题吗？同学们对着我笑，没有一个说话的。我又问：“难道汤恩比博士说错了吗？”也没人说话。啊，最后我说我的看法，我说汤恩比的话没说错，大概是我们把它解读错了。啊，为什么呢？我讲话的对象都是汉学系的学生，都是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，研究得很认真，我们不能不佩服。啊，很多学生《论语》能够背，我《论语》还背不出来，还不如他。啊，他们拿到儒家经典写博士论文。拿到佛经写博士论文，其中有一个告诉我，啊，他写博士论文用无量寿经。我说无量寿经有9个版本，你用哪个版本？他用下联句的汇集本，跟我们学的是一个文字。啊，我说我们今天提到孔孟，你马上会想到。45经13经，你想到这些，我想到讲到大乘佛学，你一定想到华严法华般若这大乘经典，这都是你们很熟悉的，能解决现在社会问题吗？没人敢讲吧。我就告诉他，啊，这是一个误会，啊，提到这中国文传统文化，你们都想到代表性的典籍，这是没错。啊，45经13经是儒家代表，华严法华般若法相，这是大乘佛法代表，没错。但是这花果啊，多美呀！
啊，多好看呐、啊！华国从哪来的？这树枝条上长的，这树枝条从哪来？枝条得有根本呐、啊。那根本是什么？佛法的根本是十善业道。十善业道经不长，佛在经上讲得很清楚。十善业道好比是大地，啊，树木花卉都是从地上生的。那这是不是根找到啊？啊，佛用这个做比喻，人天法，声闻菩提、圆觉菩提，乃至无上菩提，都从这个大地生的，有的根找到。那孔孟那个根是什么？孔孟根就是弟子规。啊，道的根就是太上感应品。啊，这三样东西，没有人想到。啊，这个东西啊，能生四书五经十三经，能生一切大乘法，它从这儿生的。你把这个东西找到了，从这儿学习下功夫，这就行了，真有救。啊，就今天的社会，就这三个根就管用。啊，今天我们想到灾难很多。啊，佛在经论里面教给我们，如果这个地方有一个道场，啊，真的道场不是假的，真道场什么叫六合敬呢？那你看我们在受持三规的时候，皈依僧众中尊。啊，要去念这个诗词啊，这句话什么意思啊？僧是僧团，是一个团体。什么样的团体叫僧团呢？啊，僧团不一定是出家人，就这个这一点大家学佛一定搞清楚。啊，四个人以上在一起生活，都修六合敬，就叫僧团。它叫和合众，啊，众是四个人以上，啊，我们中国三个人称众，佛法里才四个，四个人叫一众，啊，这四个人，如果你是家庭，你家庭有四个人，家庭里面修六合敬，你这个家庭就是僧团，啊，这个僧团产生什么效果呢？设方诸佛护念。一切龙天善神拥护，你有这个团体建在这个地方，没有灾难，这真的不是假的啊！所以僧不是指出家人啊，这个诸位要知道啊，出家在家都一样，四个同修在一起修行啊。什么叫六合敬？我们这外面也挂着的，啊，设楼挂着，你们去进去，你们就看到了。见合同解，戒合同修，身合同住，口合无增，意合同悦，力合同均，这六条。啊，这六条要怎么样具体才落实？给诸位说，落实三个根就落实了。如果我们这个小团体里头，弟子规落实了，感应篇落实了，十善业落实了，这就是和合僧团。这个小团体，啊，人数是四个人以上，啊，都是没有数量限制的，
在这一个道场修行，这个道场就是十方诸佛护念，一切龙天善神保佑。这样道场有没有了？我学佛59年了，没看见一个，不但没看见，听也没听说过。我只听说过两个出家人住在一起，天天都吵架。悲哀啊。现在灾难这么多，出现一个僧团。香港有这么一个僧团出现，香港这个地区灾难就没有了。你们肯不肯发心？我们来提议，真正发心的来报名来签字。先要好好想想，得真干，不真干，不要开玩笑，开玩笑罪过很重。我们不能要求别人，从自己做起，从本身做起，从我们这个小道场做起，对别人的道场尊重。决定不批评，决定不干涉，决定不说别人是非，一切从自己做起，从我们小道场做起，看看我们小道场人有没有签名的，有没有发心真干的，灾难这么多，怎么要救台湾的，救这个香港地区。香港没有灾难呢，我就相信中国沿海就没有灾难。像外面，从日本、韩国，到台湾、菲律宾，下面到越南，这个地区都不会有灾难。你说这功德多大？全在自己肯不肯发心呢，肯不肯真干。下莲居老居士一生常常讲这两个字，真干。真正把三个根落实了，我们皈依无量寿经。皈是回头，依是依靠，依靠无量寿经上讲的道理，依照无量寿经讲的方法认真修行，没有一个不生净土。生净土就是一生成佛，那换句话说，你这一生就成佛了，你功德就圆满了。可是你要记住，真正想圆满，那三个根很重要啊。三个根好像没有，听说也往生了，有人告诉我，有没有这个情形？有。但是他那三个根不明显，有没有？他肯定有，他要没有他怎么能往生？哪有这个道理？是个老太婆念佛往生了，一生也没学过佛，也没学过道，也没学过儒，他什么都不懂。你拿《弟子规》这个标准，你去看看他，他又犯哪一条？你一认真一检查，他哪一条都没犯，他没学过，十善业没学过，这人真的是个善人，他具足了。所以你细心去观察，你才能发现呢。那往生的人念佛往生，不管他有学没有学，认字不认识字，他都是很有德行的人，
都真正是个善人，他才能往生。啊，心行不善，啊，心机很多，这种人很难往生。啊，为什么你不能到极乐世界？住上善人聚会那个地方，你还动心机，那怎么可以呢？啊，你的起心动念，佛菩萨知道啊。住上善人个个都知道啊。啊，真的吗？真的，《华严观》上就是这样告诉我们。啊，一切众生。心里头才动一个念头，这个念头就周遍法界，他的速度太快啊，他成心，这我们自己不知道啊。啊，无论什么念头，只要念头一起，三种周遍。第一个是这个信息周遍法界啊，第二个出生无尽，第三个含容空有，一念之间就三种周边啊，这个周边的范围你无法想象。我们中国人有两句话形容的非常好，叫其大无外，其小无内啊，这两句话很多人听得耳熟，也都能讲，实际上它的意义很难说得清楚啊，其大外没边际啊，其小无内难懂啊。啊，华严经上讲得好啊，怎么叫无内呢？啊，一粒微尘里头有世界。啊，什么样世界跟外面世界一样大啊，那微尘里面呢有这个世界，世界并没有缩小，微尘没有放大啊，一样的没有大小，微尘里面那个世界里头还有微尘，那个微尘里头还有世界，重重无尽啊，叫其小无内啊，你去追求找到弟弟吗？找不到，不思议的境界啊！佛不打妄语啊！为什么？你见性，你就见到了，你就明白了。你没有见性，你怎么想也想不出来啊！不是思维能够达到的啊，所以叫不可思议。不能够思去想它，你也没有办法去议论它啊，称心的哪样能够称心的，样样都称心的，只是我们迷而不觉啊。那么这里讲的善本啊，善本的标准就是这个本子里头没有错字啊，这是书上最怕的是错字，这个本子里头没错字，那就是善本。义理没有欠缺啊，体系完整的啊，方法精细啊，依照这个理论方法修行，你能得真实利益啊，真实利益里头最重要的，你了解了宇宙人生的真相，你放下了妄想分别之处
你就切入境界了。这叫究竟了义。那切入境界，就是我们一般人讲的正果了，成佛了。就这个意思。我们再往下面看，无量寿经乃净宗之总纲，纲是纲领，总纲领啊，所以它称为净宗第一经。净宗的经不多啊，所有的宗派只有净土宗的经典最少，它只有三部经，一部论啊，这早年的啊，三部经，第一个是无量寿经，第二个是观无量寿佛经，叫十六观经，第三个是阿弥陀经啊，分量都很少。那一论呢，天亲菩萨的往生论，叫三经一论啊。那个一论是天亲菩萨修净土往生极乐世界他的心得报告，提供给我们做参考的啊。那现在呢，现在是五经一论。这五经从哪来的呢？啊，三经是佛说的啊，五经是咸丰年间啊，清朝咸丰的妃子慈禧太后，大家都知道，讲咸丰知道的人不多，讲慈禧太后很多人都知道。慈禧太后的丈夫啊，咸丰年间有一个居士魏默生，这个后头都有介绍啊。魏默生啊，这个老居士也很了不起，他把华严经最后的一篇一卷，不是一篇，最后一卷啊，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导归极乐，就这一卷华严经最后这一卷啊，是一瓶里头的一张，他把这个抽出来附在净土三经后面，成为净土四经啊。所以诸位要是在以后看到佛门净土四经，你就晓得啊，那是魏默生加了一个，加得好啊。为什么加得好呢？在我们华严经上，特别是夏老的汇集本，我们看到第二篇德尊普贤第二，那就是那一章嘛啊。所以确确实实啊，华严最后是归净土，归无量寿啊。所以他那一篇付出来太好啊，这净土四经呢，那五经呢是印光大师，这近代的啊，印光大师去我们不远，他民国二十多年才往生的啊，抗战期间往生的啊。他老人家把《楞严经》里面二十五圆通章的大势至菩萨圆通章这一小段的经文，把它放在净土四经后面，变成净土五经这个做法不可思议啊！还净土还需不需要其他经呢？不需要了，到这就圆满了啊。为什么呢？那244个字，我跟诸位说的是，那是净土宗的心经。
是一大藏教的心经，也就是善导大师他老人家常常讲的，诸佛所以心出世，唯摄弥陀本愿海。印光大师这一个做法了，让我们对这个善导大师说的这句话了完全明白了。啊，一切诸佛应化在设法界，在一切诸佛刹土的设法界普度众生。第一个方法是什么？就是持名念佛求生净土，三根普被立顿全受啊，这是了不起的法门呐！啊，极简单，容易，稳当，什么人都能修。啊，个个都能成就，啊，这善导大师讲这个法门，万修万人去，一个都不漏。啊，那为什么修净土的人这么多，往生的人那么少？跟善导大师的话有没有矛盾？给诸位说没有。那什么原因呢？你不是如理如法的修行，过在你，不在法门，不在经典。你要是如理如法的修，真的万修万人去，一个不漏。弥陀经上讲得很清楚，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。那善根是什么？福德是什么？因缘是什么？因缘我们今天具足了，的人生是因缘，遇佛法是因缘，遇大乘是因缘，啊，遇华严遇净土，这是了不起的因缘，语言具足了。那问题是啥呢？善根福德，善根是什么？信解，你是不是真信？你对这个里头还有没有问题？如果还有怀疑，你的善根有问题。啊，你对净宗这个道理明不明了？没有透彻明了，明了是帮助你信。你所以有怀疑，你了解的不够透彻。啊，真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不怀疑了，那你信解有了。啊，信解是善根，福德什么？真干啊！真干的人有福德了。啊，你不是真干，你对这个世间还放不下，还有留念，那就完了。啊，那你就很难成就了。啊，所以经没毛病，啊，理论方法都没毛病，毛病出在自己，烦恼习气。啊，这个东西要放下。啊，你就决定在这一生呢取得净土。下面你看念老引用啊彭绍生，就是彭启清啊。我国清代彭绍生居士赞曰。无量寿经者，如来称心之圆教啊，众生本具之化矣。这几句话非常重要啊！无量寿经啊，如来是十方明心见性的人。啊，诸佛如来啊，
称心之谈，字字句句都是从自信流露出来的。字字句句都是圆满的，称它叫圆教啊。一切诸佛如来的自信，跟一切众生的自信是一个心，不是两个心。所以佛在大乘教里面讲到自信，常常用海做比喻，性海啊。那么我们每一个不同的众生就像海里面起这个水泡一样，水泡从哪里？从海起的啊。水泡跟水泡，如果水泡没有破裂，好像互相对立的啊，这是一个那是一个，水泡破了之后却是大海啊。那聪明的人不必等它破，全是海水，每一个海泡水泡都是海水，海水就是自信。所以经教里佛常说，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呐，一个心，一个智慧，说列无为也然，没有一样不相同啊！啊，我说你离不开此心吗？啊，这一句话说的，把诸法实相啊一语道破，我们跟一切众生什么关系？一体，一个自信呢、啊？你是关系多亲密？为什么有这么多差别呢？迷悟不同，悟了知道，啊，我们是一体，比一家人还亲呢，一体、啊。迷了的时候，才分自分他，才有分别，才有执着，才造业，啊，才。找了一些冤枉的这个果报啊，这六道轮回是冤枉啊，梦中境界都不是真的、啊、真正参透了，那个梦也没有离开自性啊。所以十法界一真庄严都不离自性，都是自性现的啊。所以他说众生本具之化矣啊，矣就是今天讲的方式形式啊。我们今天来这个教导学生用什么样的形式，那现在我们想对小孩啊，这个幼童我们办幼稚园啊，办幼儿园，办小学啊，随着他的年龄在办中学办大学，这就好像是这个方式啊，这叫化义啊。除化义之外的时候就化法，法是教学的方法啊。众生根性不一样，对不同的根性在用什么方法来教他啊。所以佛家讲化义化法啊。释迦牟尼佛49年跟教这些学生在化仪方面，你看看他首先开悟之后，他讲阿含12年，阿含就像佛教的小学啊。讲什么呢？讲人天法，讲你怎么样做人啊，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，讲伦理，讲道德，讲因果，就《阿含经》里面这些这个教学东西很多啊，在这个里头啊。到大乘的时候，逐渐跟你讨论宇宙人生，我们今天讲的哲学、科学啊，
都讲到究竟圆满了。啊，宇宙从哪里来的？万法从哪里来的？我从哪里来的？啊，真讲清楚了，讲明白了，实在不容易啊。到今天这个世界上，多少科学家、哲学家、宗教家都在研究这个问题，都没有达到答案，没找到答案。啊，都还是有一些问题存在的。唯独大乘佛法里头讲清楚、讲明白了，没有疑惑了。啊，所以我当年学哲学，方先生把这个佛经哲学讲给我听，啊，他告诉我，啊，这他的看法，这释迦牟尼佛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，佛经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，这他的原话，他这么给我讲的，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他把我引进佛门呐，啊，还特别告诉我这句话很重要，要不然我会迷惑，我会有怀疑。啊，我要看看那学佛人他怎么学的，是不是真像方先生所说的？啊，所以方先生这句话重要。佛经哲学在经典，不在寺庙。啊，这句话非常重要。哦，为什么不在寺庙了？寺庙人不修了。从前寺庙古大的，那真的是了不起。啊，为什么他真修？啊，他现在寺庙人、出家人不修。啊，搞宗教了，啊，出家干什么？出家去跟鬼神打交道了，啊，搞超度、佛寺、法会，搞这个了，啊，这个事情是不是要搞的？要，应该怎么搞呢？到鬼道里头就搞。这人道里去叫人呢，那鬼道里有没有？佛菩萨在鬼道，你看地藏王菩萨，地狱不空，誓不成佛。啊，你看放堰口，堰口对面的教面大士，那是谁呀？观世音菩萨，在鬼道里面现鬼身度鬼道，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。啊，他现身在人间，那就是叫人的呀，那怎么能用个人身就叫鬼呢？哪这种道理呢？还用鬼身也不能叫人呢？啊，所以这个佛菩萨的应化不可思议啊！应以什么身得度，就现什么身，应该叫他什么东西，就叫他什么东西。这个应该不是自己决定，是他的感，佛的应，自自然然感应道教。啊，就跟日本江本博士做水实验一样，啊，我们用善心去感，你看回应最美的结晶；我们用恶念去感，它回应的就很难看的图案给你。啊，诸佛菩萨对一切众生也是如此，众生起什么念头，得感得他什么感应。啊，诸佛菩萨应化在现前，他绝对没有什么想法念法。他有想法念法，他是凡夫，凡夫才有想法，才有念法。啊，化身菩萨见性的人绝对没有，为什么呢？见性，头一个条件就要把起心动念断掉。你看看，不起心不动念，他还有什么想法？还有什么看法？没有了。啊，那叫清净平等觉。啊，所以众生是有心去感佛，无心来应。
啊，叫称信，啊，自信的，它自然会有应的。就化一化法了，这个意思我们要懂。啊，这一般讲呢，我们在学习当中也常说，啊，化恶为善，这是我们现在帮助别人头一步，叫他帮助他改过，啊，这个化是变化气质，是教学里面从果上讲的，啊，教学终极的目标是让他变化气质。啊，具体来说，把恶的念头、恶的言行变化成善念、善行，这我们教学成功了。啊，这是第一步。啊，更进一步的是啊，化迷为悟，这才真正是佛法。啊，化恶为善呢，这世间法。啊，化迷为悟啊，这才能出世间。你真正觉悟，最后化凡成圣。啊，一步一步的向上去提升呢。黄老居士这份的资料可以说很用心，非常丰富。啊，他尽心尽力去收集。下面引用日本道隐法师，啊，赞叹无量寿经为如来心事之真说。这个心是心起，跟善导大师的话意思是相同的。善导大师说，如来所以心出世，就是这个心。啊，心起出现在世间，为说弥陀，愿海啊！啊，阿弥陀佛四十八愿，普度众生呐！啊，这个道隐我们一查这个资料。他是什么时候的人？因为日本净土宗是从善导大师那里传过去的，唐朝时候，日本许许多的高僧在中国留学。啊，那个时候善导大师在世，所以善导大师在日本很出名，在中国不出名，在日本很出名。日本有很多寺庙叫善导寺。你看到善导寺，那就是净土宗的。啊，台北还有一个善导寺，是日本统治时代建立的。啊，这净土宗道场。啊，所以这一句话了，也许是学善导大师的。啊，就是如来心是这正说啊。那么换一句话说。佛说其他一切经，四十九年一切经呢，那都是旁边说的，这才是正宗。这个无量寿经是正宗，其他都是来帮助无量寿经的。那这意思就这个意思，啊，这才正说啊，啊，所以隋唐大德确确实实，我们在这个梅光锡大师的序文里面看到。都认为是，就是连法华华严都是引导我们归向净土。
啊，你看《华严经》，善财童子，五十三参，普贤菩萨，十大愿王，道归极乐。啊，所以魏默生把《华严经》最后一卷附在三经之后，称为净土四经，有道理啊，没有话说啊。这个举动，我们双手赞成啊！啊，华严归无量寿啊！啊，《法华经》上龙女八岁成佛，也是听文殊菩萨讲经啊，他听懂了，哎、啊，他也是求生净土啊！啊，所以这是千经万论的，印光大师讲，处处之归也，所以。他是真说，这个说的是确实是有根据的啊。其特最甚之妙点啊，其特这是最甚是无比的殊胜啊，不是一切经能够相提并论。包括华严法华啊，虽然都是大乘，都是一乘经啊，哪有这个法门这么殊胜？一乘究竟之极说，这就说出它奇特在哪里，它最胜在哪里啊？它真的是一乘教。一生教是一生成佛讲到究竟圆满了啊，俗即快速，一般法门啊，宗派法门修学都要很长的时间，唯独这个法门不需要很长时间。其他法门里面讲修行要无量劫，才能把烦恼习气淘汰尽。啊，见思烦恼、尘沙烦恼、无明烦恼。你烦恼不尽，你怎么能还愿？啊，妄尽才还愿。啊，《华严经》上讲的是妄想、分别、执着，用这个名词。啊，妄想就是无明烦恼，分别就是尘沙烦恼，执着就是见思烦恼。啊，这些名词在佛学大辞典都可以能查得到的。啊，淘汰净了，见思烦恼断净了，就证阿罗汉。啊，超越六道了。啊，六道之外就是四圣法界，六道是个界限，六道里面叫内凡。凡夫啊，六道里以内的凡夫，那四圣法界叫外凡啊，六道以外他还是凡夫，他不是圣人。这凡圣差别在哪里呢？一个是用真心你就圣人，用妄心是凡夫，妄心用阿赖耶识。要晓得四圣法界里面阿罗汉、辟支佛、菩萨还有佛，上面还有佛，全用阿赖耶，所以它叫外凡啊，四圣以外的凡夫。哎、嗯，但是人家虽然用妄心呢，这个妄心用得很正，很像真心。那为什么用得很正、很像真心呢？都是学佛吗？
学佛的把佛经上所讲的理论融归自己的心里面了，我阿赖耶里头变成阿赖耶的种子啊，这个行为的时候，这些戒条一条一条都做得清清楚楚的，他都做得很好，非常像佛啊。所以这个四圣法界叫相似己啊，很像啊，做得很像，不是真的。为什么不是真的？没转世成智啊，他没转得过来。这就是般若经上跟你讲的法上应时，何况非法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